嘿嘿嘿嘿嘿，大家晚上好啊！谢谢钟轩成为了黄金龙虾，刚 好在一开始，嘿嘿嘿，啊，今天好冷，已经连续冷了，几天啦？一个礼拜有了吧？晚上好，晚上好，大家吃过晚餐了吧？谢谢同学，一开始就有 super chat，不，我只会买黑色的内裤。但就不用担心，就是要穿哪一件。就礼拜天暖和一点。对，对啊，这个礼拜每天都好冷，而且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吧。哦，然后谢谢。等一下，伊芙丽特石头，我严重怀疑你不是，你是之前的黑化肥吧？等一下，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做，等一下，等一下，BJ 没开吗？我这边我这边应该是有开的才对。等我一下哦。有了吗？有了吗？啊！橘子，等一下，橘子同学，你这那，你哈哈，你只打一个舅。等一下，等等，好，黄，等一下，你要开头就刷彩虹吗？等一下了，等一下，中间就是什么？你可以直接打完没有关系。然后啊，谢谢。好啊，如果你要叫石头，我就叫你石头吧。腰好痛，快呼呼哦，就是个。啊、谢谢阿雄，Masaki，成为小龙虾，哇，你们都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学员之心了，哦，石头说天气冷，没有，你说腰痛，跟天气冷有关系吗？有时候天气太冷的时候，好像，关节或是对腰也会觉得有点。容易拉伤，所以容易痛，所以要注意哦。天气太冷的时候，啊天啊，等一下，对，就是个红，好，没关系，谢谢，我们先赶快到。画图的地方吧，嘿，啊，噔噔，你这里，然后调整一下视窗的位置，对，这一次就努力吧，努力的把这一把线上给完成，这样，对啊，我还没开始。你就已经把彩虹刷出来了 害我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这一次我看一下哦，这个好，对，我说这一次的笔刷，对，先让看大家看看头发的地方，对吧？有没有发现这次的不太一样？然后之前有说过是用
用一个放在资讯栏下面有连接的这种笔刷，它就是对这样子，会有点像是炭笔或是铅笔的质感，对，看起来就像是边边会这样毛毛破破的，对，然后就我通常习惯会。对，我会习惯把边边都磨圆这样子，对，是原本的习惯，但因为好像也该多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所以，就这次来试试看不同的方法，然后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对，有一种特别随性的感觉，直播洗澡，大家都直播洗澡。啊，所以这是谁？这就是一位日本的，Holostar 的 VTuber，影山的日本怎么讲？影山是 Kakeyama 是吗？Kakeyama 县上，子 对，影山，中文应该念子岩吧？对，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位男性的 VTuber 这样子，洗澡，哇，这样洗澡是不是难度有点高啊？感觉需要一点特别的器材是吗？还是用手机就可以了吗？洗澡水，一边洗一边喊好冷，不会。不会，我不会让水蒸发。为什么大家都有这种刻板印象？我跟大家一样，洗差不多40度的水吧。哇，谢谢温多，温多的修蛋地雷不见了，谢谢温多成为黄金龙虾。用手机就可以了哦。好吧，或许我可以研究一下。没有，用水洗澡啊，跟大家一样。周深的 Donna 胖子，穿什么样？是指穿什么样的内裤吗？穿这样子的啊，刚好现在有笔可以画给大家看啊！谢谢温多第一个账号不？啊，然后谢谢 Yuiza 成为小龙虾，内裤的形状就是这样子的内裤，对，怕大家没有办法想象，我就画给大家看看了。对，大概是这样子的。对，大家懂了吗？然后谢谢石头的 40度对我是冰冻挑战。不是啊，我的体温跟人一样，所以我不用洗特别热的水。对，我可能只是相对的比较怕冷一点点吧。谢谢大家。虽然话题一度，对，没有我自己画内裤，我在讲什么？啊，再谢谢中学哥，等一下啊，今天心情不太好，可以给个亲亲吗？好，可以。有了吧，这个。啊，今天说实话，我今天心情其实也是有点微妙，就是白天也是白天的时候吧，有点觉得好像太多事情了吗？对，觉得有点。忙不过来，所以
就觉得有点不太开心。大家会有这个问题吗？其实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对，我觉得事情太多的话，然后你觉得自己好像忙个半死，然后结束之后心情都会不太好。对，大家能够体会这种感觉吗？对，就是有点异常的太忙了。对，你会觉得好像就是这个有点超出我的工作量了吧？可是事情就这么多，这样子。阿哲，阿哲怎么了？阿哲说：“哦哦，一进来就情情现场。等一下，然后昨天说。”啊，现在就那个时候，已经既然要拍，哎，怎么可以拍照？不行，我都画给你们看，你们还想，你还想要什么？哎，今天的画还是要把重点放在画图上哦。现在在画腰上的装饰。对。不过原本的设定上好像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就普通的上色。等一下，我刚好看到了很惊人的，大家都在说 Windows 什么被锁哈？什么？我有看错吗？啊！天哪！等等，走上配锁太过分了吧？要，真的要小心，要注意。是不是以为你是什么 被诈骗集团骗？然后 list 是知道怎么念 listing。今天是 listing 的生日。然后前天还挂急性肠胃炎急诊啊，辛苦了辛苦了，先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肠胃炎，急性肠胃炎，对，有时候你可能啊，我讲讲自己以前的经验，以前，我记得好像可能是吃，久久会去吃那种，可能以前还在。比特学校的时候，然后可能毕业前会有什么谢师宴这种东西嘛？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吃什么，什么寿喜烧啊，吃到饱的那种。对，然后以前还是学生，难得有这种经验，就会想说，哇，那我今天一定要大吃特吃。对，然后就会不小心。吃的真的太多，然后当下觉得不太舒服，结果果然 隔天就肠胃炎 对，这感觉有点，对，好像当下觉得好像就是赚到了一点，然后可是没想到后来生了病之后，觉得啊，早知道不要这样，对，好像又吃亏了，然后又或是可能感冒吧，对不对？有时候有些流感，它的并发症就会有肠胃炎相关的，哇，这种就也很麻烦，因为你完全没办法就是预判到它会发作。然后本来可能以为只是胃痛或肚子痛，然后突然就发现，怎么好像一直想吐，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是那个感冒并发症这样子。啊，谢谢钟轩，我是一个绅士，不是变态。是，好，大家都相信你，对，但我还是不能拍内裤的照片，那我可以画给你看。然后，对，大家，温多被我诈骗到，被锁账号，应该是系统预判你可能。异常交易吧，
对，哇，对，但是还是真的，对对，大家量力而为，好不好？对对对，这种就会是，对，的确有拿到大家的 super 确会很开心，但还是会希望大家可以对自己也更好一点。对，肠胃型感冒很麻烦，我觉得最可怕的就这种。如果只是单纯的流鼻水啊，或是咳嗽、喉咙痛，就已经很受不了了。对，但如果又有其他的症状，真的是会影响到各种方面都影响到，工作会影响到，生活也会影响到。所以大家最近也是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冷。我现在都一次穿两件外套。然后我发现什么呢？为什么要当地板？然后夜夜换名了。什么？新型诈骗？被骗保？大家都当地板，为什么？呀，我好像没有跟到地板的梗哦，看过推特都说啊，我懂了。你变成忧郁史莱姆，啊 谢谢你的可可。但我还是讲夜夜好了，比较习惯。对耶，大家如果有在家里吧，在家里如果有水或是饮料滴到地上，应该正常人都会是很直觉的，马上要把它擦干吧？有人是会觉得没擦的吗？我有点紧张，有吗？有吗？开放大家说说自己的类型。我是一定要马上擦干净的，我没办法接受他在地上待太久。对对对，那个几秒钟就要赶紧擦掉。对啊，当然要擦起来。对，怕有蚂蚁。对对对。马上擦掉。清水的话没有啊啊，我连清水也要擦掉，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会沾到什么灰尘或者有水垢，也不太好。哦，合适的地板，对对，如果是榻榻米的话，或是木板，对，木质地板也很危险，感觉都要马上擦干。对对对，干掉也不好擦，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大家都很爱干净，很好，大家都值得掌声，给大家一个嘛嘛嘛嘛。哦，大家可以恭喜石头说，他追很久的女孩终于也承认他喜欢我了。虽然还没有在一起，但你，你不是说，承认喜欢你，但你们还没在一起啊、哦？那就赶快在一起吧！哇，人在天气冷的时候，感觉会更会容更特别容易觉得寂寞，所以现在应该是蛮适合，就是赶快在一起的时候吧。谢谢同学，虽然你是跟他说恭喜，对，我是月老吗？说到这个，我是不是有教一些 难道是因为我教了什么实用的东西吗？还是应该没有吧？怎么不记得我教过什么？
准备好火把了，大猎物了。对对对，哦，对了，我，哎，应该怎么讲？嗯，是不是很多人觉得，哎，嗯，单身跟哎有另一半的话叫什么状态？非单身，死会，嗯，这样死会吧，哼哼哼。其实我觉得单身的人也不用太觉得好像有男女朋友或是死会的人好像怎么样？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优劣之分吗？嗯哼哼，交往中，嗯，类似，对对对，对，我觉得单身的人并不见得好像有比较少了什么的之，对对对之类的这种感觉，对，希望大家都是可以开心的过各种不同形态的生活。我中学也想要男朋友，对，但就是抱着这个心情，慢慢的生活，我觉得该来的时候。该来的时候就会出现，DC 群在组 CP，喂，搞什么？对吧？大家会很向往，很向往脱离单身吗？觉得其实蛮好奇的，我觉得应该还好吧。如果画阿萨加胖瓷猫头，NSFW 还是 Art for 阿萨，哎，都可以。内裤而已吧，内裤是什么小 case？对，内裤跟泳裤没应该都是一样的 level 啊，所以普通的 tag 应该就够了。你也可以都。都放嘛，对，就是顺其自然，对对对，很好，还好，我也自顾不暇，在单身就要担心未来的我，单身最高不知道不一样，忧郁史莱姆今天火气很大 同学冷静 对，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心急啊，等一下，有一个太好笑了。温家胜，我暗恋的女生喜欢阿萨的直播，所以跟他有了共同的话题。哇，这是什么小说剧情？对对，不错哦，不错哦，你是个好男孩。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希望能成为你们的桥梁。希望未来男朋友会像阿萨一样，哇，那真的太荣幸了。觉得只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那你遇到的人自然也会越来越好。所以。老话一句，大家还是要努力努力的充实自己。今天温多跟忧郁史莱姆两个人应该可以一起 组队去包些什么东西。每天都有温暖的电脑可以抱抱，不算单身吧？对，
哇，钟轩已经发了好几次想要男朋友的留言了，谢谢，真的还是谢谢。对，其实你可以直接打没有问题，我也会发现。好像以前有听过一些什么科学脱单吗？以前听马克信箱有听到这个，对对对，或是有人在教一些脱离单身的方法。但虽然刚刚这样讲，好像要开始介绍，但其实事实上，我个人是不太 个人是没有这么喜欢刻意要脱离单身的这个的这种，哎，算是心情吗？对对对，就是。太目的性的想要脱离单身，我觉得其实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遗症吧。就觉得虽然讲顺其自然，感觉有点老态，不过的确是顺其自然。对，这个想法，我应该是永远不会改的。我以前怎么准备大考？我以前怎么准备大考的？会看书，会看书，还是多少会念书的那种。对，只是，对啊，我觉得应该不太算是有什么系统，就是可能一直写考古题吧。对，我对考试的印象就是不断的写考古题而已，然后就感觉写的越多就考的越好的这种感觉，直到有一天我真的不想再写了，不是作弊，不是作弊，作弊也是拿考古题出来用啊，呀呗。完了，对啊，我连作弊都是用考古题来支持的我，所以对我对考试真的只有考古题这个方法。钟轩，好想要男朋友啊！QQ 崩溃了，真心话，哎呀，之前讲过了。虽然我觉得讲这个不太好了，对吧？我后来有反省，我觉得对，就可能会有点会不会破坏了大家的价值观？对，但是对，毕竟讲过，我还是承认一下。对对，好，我们来画毛，毛毛，就是它的是两侧的毛。先大概随便撇一撇，然后再来把颜色调的暗一点点。好。好，我先暂定在场的各位都是想交男朋友的人好了。对对，这样可能比较好吧，大家对于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有办法明确的把它列出来吗？石头好奇，阿萨理想的交往对象是男性、女性、萝莉还是伊娜？其实不会是伊娜，对，对，那理想的话是女性啊，女性，然后，萝莉其实有点，因为我不是萝莉控嘛，对对，我的标准很严苛的，对对对，
萝莉这个标签太广了，对对，温多女朋友会跟呀，理想的话。年下居多，不是导演，不是导演，对，不是。嗯哼，好，谢谢忧郁史莱姆。嗯哼，可以男生吗？没有不行，对，只能这样讲。嗯哼，没有不行。谢谢忧郁史莱姆。嗯哼，这就是。啊，我也很谢谢夜夜帮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华影片，希望赶快过盈，赶快频道可以过盈利，对，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夜夜剪的精华，也可以得到一点小小的收益，这样子。嗯哼，阿莲呢？阿莲可以啊。偏好长发短发吗？好像也还好哎。怎么看腐女这样的？我蛮喜欢腐女的啊。嗯，说实话，如果啊，因为啊，我应该讲过吧，我本来就是腐男子啊。那腐男子如果女朋友不是腐女，反而会很麻烦吧？对对对，所以腐女的标签其实应该是不错的吧？对我而言啊，而且这样也多了很多共同话题啊，不是很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刚刚本来是要问大家对于男朋友的明确要求，未来的另一半，对对对，腐男喜欢看男男还是女女的都看，男男女女男女女男都看，然后，呀，我觉得想要交另外一半的话，你心里要先有一把尺，就是你先很明确的大概知道自己喜欢的人是什么样子吧。在脑中先大概定出一个形象，当然不是说你说长相要像谁之类的，而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可能哪些啊，比如说刚刚讲的就是啊，可能要是腐男子，或者要是腐女，或是会做什么事情的人之类的，从这些条件先明确列好之后，这样未来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就是发现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吧。对对对，男女跟女男有差吗？有的，有的，可以沟通就好。但可能要更明确一点，可能是比如说什么事情可以沟通，或是，就是什么样的程度叫做可以沟通，对，可能都要定得更明确一点。会喜欢专业工作方面相同的吗？如果可以理解到彼此的专业的话，应该也是蛮加分的吧，毕竟这都是可以减少摩擦的一些先制条件。对，有理想型，然后现实不容易出现，对，这也倒是这样，没错。但是如果没有先列好一个理想的条件的话，真的出现了，你可能也不会发现这样子。等一下，那个小灵猫说什么？我交往过的对象比我小快十岁，有这个是你才要被抓去关吧？喂，觉得交另一半很麻烦哦。
就是有好有坏，对对对，就是像单身一样嘛，单身有好有坏，那脱离单身也是有好有坏，那这个就是看每个人自己怎么去经营彼此的关系，这样子。现实不容易出现叫妄想型，对，也不能太过，对，白兔子说。大叔好推，尊重我的父兴趣，有养动物，不要玻璃心。哦，哇，听起来蛮理想的，我脑中浮现了北仑梦头的感觉。对，但说实话，我觉得，我觉得反而要找到。比较会尊重兴趣的女生可能相对简单，对，我觉得要找到就是能接受辅兴趣的男生，其实真的相对的困难得多。所以只能去趁 CWT 的时候 现场物色一下有没有什么觉得适合的男孩子吧。就懂谢谢维特。阿 sa，我的妹妹最喜欢《超跑情人梦》这首歌，可以帮我稍微唱一下吗？感谢你。超跑，我好像有印象，对这个歌名有印象，可是我好像不知道这是哪一首。对，不好意思，我只能。只能送你头 Coco，只能送你哈姆太郎了 不好意思，我没有听过。喜欢男孩子，通常喜欢男孩子。当然，对不起，我笑出来，可是觉得。可惜呀、啊，对啊，要找到能够接受腐兴趣的男孩，的确不好找。扳手说：“火神越老越老。”扳手也可以帮大家解惑一下，怎么交到男朋友。哈哈哈哈哈！谢谢游 C，可以唱击败人给我听吗？击败人什么啊？等一下，等一下，我什么都说没听过，给我真的跟这个时代脱节了。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白兔子说。最近发现之前聊得很开心的姐妹，结果都是男孩子，我快吓死了。搞不好这会是你的机会，说不定啊。我可以跟大家偷偷的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虽然不算是我认识的人，对，我只能说是。以远远的旁观者看到这个故事，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天生可能有点恐男，对，就是对男孩子这种生物，可能先天就会比较不敢接触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她以为是喜欢男生的男生，对，跟她成为了好朋友。对，他以为他是 gay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好朋友，相处了好一阵子。结果有一天，那个男生突然就和他告白了，然后女生就觉得很惊讶啊，什么？我以为你喜欢男生，可是他当下觉得很怕失去这个好朋友，所以就先答应了他。对，乍听之下，感觉好像会是个悲惨的故事嘛，可是。没有想到，是过了好几年，他们却相处得非常的愉快。对，然后
那个男生本来就有点假假的，所以那个女生好像就不会对他感到排斥，所以就两个人相处的就很好，然后久而久之，女生的恐男症好像也渐渐的比较没有这么严重了，这样子，嗯嗯嗯，结果是个非常好的 ending 哦，哦，然后谢谢维特，全家都冻粉，和阿萨粉，你全家都阿萨粉，喂，就懂，然后谢谢柚木，火神的红是红线的红，没错。以后也负责月老任务，以后业务范围也负责，以后的业务范围也负责月老的部分。我确定吗？对，我确定，因为他们现在还是过得非常的开心。嗯哼，而且感觉应该也差不多该论及婚嫁了吧。嗯哼哼，哇，这个真的是蛮不可思议的，所以只能说。是事难预料，但或许真的会出现也说不定啊，对不对？我相信他们当事人应该自己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个情况吧。本人故事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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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真的不是，是不算是朋友，但是是身边认识的人的故事。对对对，很梦幻，对啊，很好。但，对，就是虽然以很快速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会觉得好像哇，就是好棒、好梦幻。可是我相信他们在刚开始交往跟交往前，应该都经历过一些疑惑吧？想说这个人真的适合吗？这样子，之类的。所以，就是。也许如果他们当初的想法不一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故事的结尾。然后，觉得是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想一想。对对对，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啦，只是分享一下这个故事，然后让大家相信一下，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这么梦幻的事情会发生的。游C说：“爱情的骗子。”是我年代的歌吗？完蛋了，我也没有听过。哇，两首都没有听过。然后维特在主持台语节目。台语节目。哦。阿姆哥。哇。未使讲台语。对对，我不太会讲台语了。但乍听之下可能还是可以稍微听懂。讲得不错吧？自己觉得很骄傲。对，我只听宅歌。我从好久好久好久以前就开始只听宅歌了，所以哇，真的是。跟不太上时代啊。对，我大概只有脏话讲比较顺吧。你这个毛好像就。看看他怎么画，他哦，他是比较长一点点。好啊，那我也来，稍微，木乃伊什么东西？哦，谢谢，阿卡卡基希比哈希比哈，阿卡卡基希比哈，明日 debut 哦，明天就是出道两个月了。先提前祝我，提前恭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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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bika。
这张图被 B 站 上转发是否花色图？等一下，他转发我还要画色图，这样不是他会觉得很尬吧？哦，谢谢 Michaeline。DC，Google 关键字，推特。阿萨1000订阅，找推特下面的留言，温多，我就帮你到这了。哦，对，那应该是 DC 群的，的网址吧。嘿嘿，嗨，MN，今天呢好好跟台了，哇，太好了，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悠闲的度过礼拜二的晚上。忙碌的平日，晚上就一定还是要休息一下，不然真的太可怜我的卡斯说，到2个月的时间内18000，太神奇了！哇，真的是，我自己也觉得很神奇。对对对，感谢在场的各位。文涛跟麦克林说也不用，不需要特别抖给我吧？喂，真是的，有吃 BOSS 的 CP 吗？好像没有诶，好像没有诶，对对对。那我对 CP 的要求也蛮严格的，不太容易会产生 CP 这样，他一定是 BOSS 吧？我才不是梦男嘞，不要诬赖我，鱿鱼史莱姆说。我好怕，我喜欢的人觉得我太热情，怎么办？这可能就是要看情况吧。如果你喜欢的人是比较喜欢不要这么热情的类型的话，那你可能真的要稍微的收一点。然后如果。但是如果有些人反而是喜欢比较热情的话，那的确热情点是好事，所以是要看看对象来决定。我悠闲只是挑战我的意思吗？没有，我不敢，我怎么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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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哦，不悠闲不悠闲，OK。不要问多，小心啊！不要又被锁了，叫你又要再办一个。别，好不好？光源是从哪来的啊？往前面随便画，没有钱不会说话。Holostar 什么 CP 吗？好像还好吧，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刻意要经营的。对对对，粉丝应该会自己会有一些想法，不过官方可能就没有像 Hololive 他们自己就是这么的刻意要制造 CP 的感觉这样子。层，
温多冷静，好不好？冷静，冷静，冷静。你今天已经图都还没画完呢，对，我图都还没画完呢。今天的进度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对对对，对，但 boss 本身是很可爱的，对对，所以我也特别喜欢他，人生 CP 吗？我看到不考虑作品的话，请问有推的人生 CP 吗？人生 CP 是什么？是人生之中 特别推的 CP 吗？还是指什么意思？哦，温都是开玩笑的，好，这我就放心了，太好了，人生 CP 啊，不太懂意思哎，糟糕，难道又是代沟吗？哇，开始出现了很多 BOSS 的 CP 的各种推荐。扣掉我画图的部分，我节目跟 BOSS 感觉蛮像的，是吗？是吗？这么狗腿的吗？这么狗腿的吗？太夸张了吧！我都不敢说了。啊，谢谢森森。有个朋友不会主动找我互动，我们还算朋友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对，如果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可是他却不太会主动找自己互动，因为我要说实话，其实我自己也是属于比较不会主动去找别人互动的人。但在我的心里，有些人我还是觉得会是朋友。对，虽然我不会找他互动。所以这个的确是要看个性啊，没有错，啊，因为也许他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去太常打扰到别人，所以他比较不会这么积极的去想要跟你聊天，或是互动什么的，对对对，的确，各方面都是，对，这个不好说，不好说。然后再来一层好了。今天都在画这个毛的部分。毕竟会做饭，脾气很好。说到做饭，我今天的晚餐是白酱。白酱炖饭，谢谢游戏。换个角度，去你服咖啡厅里面的萌萌妹斗都会主动找你聊天的话，那这样算朋友吗？哦，有道理，对对对，所以，也就是说，不见得一定是有太多交流的人才会是朋友。对对对，这个比喻不错，那个比喻不错，对，因为毕竟每个人不一样嘛。可能两个人习惯的相处的方式也不一样。白酱是自己做的，自己亲手买的，就是在某一个全部都连起来的连锁店，然后里面买的一个有点蓝蓝的包装，然后里面有白酱块，然后里面本来是2大块，然后你可以用折的把它折成8个小块，对，然后再先煮高丽菜，把高丽菜煮熟之后，
放肉下去炒，然后稍微调味，然后再放一点其他想要加的，比如说我今天还有加一点点马铃薯，然后稍微加一点牛奶，然后再放白酱块，然后煮到它快收干的时候，再最后把白饭放下去，稍微的搅拌一下，然后就可以起锅。对，然后我短时间内不太想要再吃酱油料理，对，因为自从上一次的失手，还有现在对酱油有点恐惧，所以我也很久没有碰酱油了。请支援收银。对，哇，很懂啊，不错不错不错，看来也是常逛全部都连起来的朋友。然后其实白酱块可以自己做，没错，就是你只要在牛奶里面放面粉跟奶油，然后它就会变成白酱。红酱、白酱、青酱啊，青酱我不会，对啊，因为要罗勒处理比较麻烦。觉得要洗那个菜渣，蛮麻烦的。福利熊，熊福利。哎，那怎么唱啊？福利福利福利，福利福利，福利熊，熊福利，熊福利，福利熊，这个吗？是这样子吧？他们最近的那个啊，水果的狗狗很可爱。苹果跟奇异狗嘛，还有拉米狗，超可爱，好可爱啊，名字也取得很可爱，应该算是市面上蛮成功的吉祥物吧。啊，对，刚刚唱的是啊，我要开始可能不知道是全联的主题曲，对对对，如果有人愿意帮我翻译一下的话，就可以说这是台湾某一个连锁的超商的主题曲，哎，超商超市，对，连锁超市的主题曲。温多说想听阿萨叫姐姐，可以吗？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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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本身没有姐姐，所以我好像不太清楚叫姐姐的语气应该怎么样比较好。如果大家有兄弟姐妹的话，会叫哥哥哥哥吗？然后会叫姐姐就是姐姐，好像不太会吧。如果真的有兄弟的话，应该会直接叫名字吧。姐姐日文是奈桑嘛，对啊对啊对啊，直接叫全名，对对，不然就是 A 哥，这样就是会没有这么像有些人会觉得兄弟之间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对，完全不会有像是记忆怪物里面的这种情节出现，姐对。顶多一个字，对，就是会想要叫的比较方便这样子。
弟弟的日文，托托吗？还是多多？有事相求才会叫哥哥吧？对，对，意外的温柔这样子。阿哲说他都叫亲爱的，好，大家知道了吧？叫前面打架。茶醉君说叫哥哥会叫哥哥，哎，哇，你真是个好孩子，你的哥哥很幸福。哇，明雅也说他是叫哥哥，没错。天哪，你们的哥哥一定觉得很开心。我还听过有人直接叫废物的这种。哎、欸，废物。这个比较真实吧，这不是还是生活在台湾社会会听到的叫法吗？哎，废物。对吧？有吧？有吧？叫王八蛋太过分了吧？等一下，对不对？会叫废物就是比较真的，就是但其实相较于兄弟，可能就更像只是朋友的感觉了吧？对对对，或许要那个长幼关系比较明显的家庭才会有，就是哥哥或什么这样子比较觉得是在叫稍微年长的人的感觉这样子。都叫我多。这种感觉应该就像，看动画都觉得好像很多，弟弟妹妹叫哥哥叫欧尼讲，可是其实应该，如果真的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也不会这样子叫吧，好像有点太不好意思了。对对对对，叫 baby 是这样，不是 ototo 而是 ototo 啊，多了一个 o， 多了一个 u， 学到了 ototo。姐姐24岁，哇哦！哇、wow, 哦，人惊叹的哇、wow、哦一下。大多叫名字的，反正也看起来也是各种都有。叫宝宝。叫宝宝也太宠了吧！你是没空、喔，哎呀，好恶心啊！笑死！称呼是 A，
我没有笑了，对，有那个掉宝宝的被我笑了，是真的。萝莉控呛妹控，拜托，萝莉控比萝莉控不见得会被抓去关，可是妹控就很有可能被抓去关，所以萝莉控是可以嘲笑妹控的。妹控战，等一下，现在是要发动什么战争吗？五十步来啊来啊来啊，现在要来比这个是不是？不要加班好吗？来啊，你们这些妹控来啊，接受挑战。没有没有，只是站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我可能会比较支持萝莉控一点，好不好？两个都会被揍。幼稚的我说。兽人香多了。对啦，至少喜欢兽人不会被抓去关。好了好了，兽人赢了。我要开始误会了什么？两个都会被抓，弟弟都该消失。等一下，弟弟错了吗？您今年贵庚啊？今年二六，哎，我多少啊？二六二四，2624了吗？哎，可是已经快要，哎，已经过了一年，所以是2625。对，是这样吧？啊，年纪这种东西就是超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不会想再算了，因为也没什么意义嘛。哇，结果我今天画图的速度真的是不妙啊，怎么今天闲聊可以这么好聊？对，弟弟很鸡巴。对，如果我有个弟弟的话，好难想象啊。感觉大家对弟弟是不是都会特别的比较没有这么能够包容的感觉，对妹妹好像比较可以。脑中浮现弟弟的样子好像都是一些可怕的孩子。对，然后妹妹的好像就会是一些可爱的小女生这样，这样好像不太对吧。如果我弟弟的话，对啊，如果有的话应该会。对小孩应该不能包容。等一下，这也太严格了吧。对啊，但是在如果在有时候在外面真的是会看到一些可怕的小孩，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只要注意看他的父母，你也会发现父母也是蛮可怕的。所以小孩本身其实是没错的。对，大家不要太对他们太严格了。莎拉说有相差两分钟的妹妹，哦，所以是双子，哇，双子这个属性感觉很有趣，毕竟是蛮稀有的嘛，所以好像大家会常常觉得有点二次元的感觉吗？
不过双胞胎是不是自己会不太喜欢被别人说长得像？是吧？有点好奇，嗯哼，觉得好像有点没有礼貌的样子，是这样吗？嗯哼，嗯哼哼，对，知道一起不喜欢，嗯哼哼，哦，也有长得不像的双子，哦，对，也有，对，我刚刚这样讲好像太笼统，嗯嗯嗯。哦、哎呦！被爸妈啊，如果年纪稍微大一些的话，可能真的要照顾弟妹，这样感觉有点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如果有照顾过弟弟妹妹的哥哥姐姐，在这里向你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分担了家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互相说妈妈丑，这过分了吧？啊，不是同一个人吗？还要这样子？嗯哼。艾琳，好残忍的，好残忍的气话。哇，今天看来就是兄弟话题、姐妹话题回。兄弟姐妹，为什么只有说奇怪的话才看到我？可能会特别明显吧。啊，我以说我哥是妹控，哇哇，有点危险。像你未来如果交了男朋友女朋友，一定会觉得应该会觉得有点麻烦，哥哥是不是会跳出来当一个门神的感觉？我要开始在认真的画，看我画图了吗？太好了，好险还有他。板手说下次要让猫猫来开台嘛，他会咬我，我会怕。他怕不喜欢让别人抱啊，所以如果他在附近的话，他可能会有点危险。立体的肉球。没错，意外的把它画的有点立体。对啊，不要强迫他嘛，他其实比较喜欢。自由的到处走走这样。我是怎么抱的？很正常的抱，很正确的抱。
不不，它比较，它奇怪，猫咪很难懂，它会黏人啊，可是它不会想要被抱，很奇怪。嗯哼哼，对，我对它来说应该就只是一个负责喂它吃东西的存在吧。对，像仆人一样。兔子啊，我觉得兔子很可爱啊，兔子。我很常会在 YouTube 看看一些可爱的兔子的影片。真正的兔子哦，强调一下。最近常常推荐我一个，忘记名字了，然后因为没有订阅，但哦，它蛮常出现的，是一只侏儒兔，就是橘色的，然后它的主人就拍它一天的生活，这样就看得好可爱，喜欢。我就是要强调，不然有人就以为我要在那边陪口了。可以喵喵几声吗？可以，温多说的都可以，好不好？而且我会学真正，我会仿真喵，仿真的猫叫，不是喵喵叫。我可以学家里那只猫的叫声，它的叫声是。妈妈，对，他真的是这样子，感觉现在叫妈妈之类的，还是叫妈，然后有时候会变成很像嗷的声音，然后我记得以前听到的时候，我还吓到，说奇怪，为什么他的叫声怪怪的？然后我还去问一些身边有养猫的朋友。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其实每一只猫的叫声都不太一样，要真的叫得很标准的猫，其实并没有这么好找。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子。对，很多猫叫得很奇怪。上了一课，对啊，以前都还以为猫咪应该就是喵这样喵喵叫，才后来才知道没有，那是教科书才会出现。幼猫。幼猫叫的声音，我觉得有点像是婴儿的感觉。乍听之下，可能如果附近有邻居，他们可能还以为，这家是生小孩还是怎样？有够像婴儿的叫声。烟酒猫，烟酒嗓的猫，什么鬼？色情猫衣是不是可以画一下？对，这个就，色情猫衣就考虑一下喽 ，sorry。然后由于史莱姆说，猫咪其实不太需要猫叫沟通，它们叫只是为了让愚蠢的人类帮它们铲屎。原来是这样。他们就是在利用大家了，啊，好难过。谢谢，完了开始。你要带这只猫回家吗？带这只叫声很奇怪的猫，带这只喵的猫。
我都要说的都可以。对，你可以，都可以是指可以让我说的话。对对对，应该是都可以。不要会还有被编台都还算可以吧。对对对。怎么搞得好？我在骗他一样，没有。哎，不知不觉，快画完了吗？哎，今天还是行的，嘿嘿。这里就这样子喽。嗯哼哼。对对对，猫咪会说英文，什么东西？说英文太恶心了吧？有一天，猫咪突然开口说：“What the fuck？” 谁受得了？等一下，谢谢温多，怀疑我的超能力。不，我没有怀疑，但是，等一下，难道你的超能力是可以变出 Super Chat 吗？顺便一提。你诶，刚好这个颜色是超能力系的颜色诶，哇！宝 可梦大师在此，这是不是？诶，这是在讲那个吗？超级英雄的笑话，不是说，就是超人说我会飞，然后蜘蛛人说我会喷蜘蛛丝，然后。怎么每个人都讲自己的超能力，然后就问说蝙蝠侠你呢？然后蝙蝠侠说我很有钱，最实用的。看来温多是蝙蝠侠呢。收到，谢谢，谢谢温多。对，你可以多打一点字。对对，你可以。叫我念一些台词什么的，对对，OK 的，对对，不然字打的有点少，会有点心虚啊。好老的笑话，够了，不要调侃我了。对，我就是知道这些老笑话。中年大叔的。How dare you！我怎么是中年大叔？不是，太伤心了。2000年前没有吧？没这么夸张吧？糟糕！糟了，糟了，虽然2000多岁，但是我不觉得自己到中年了，我还是……等一下，仔细回想，啊，一个人在歌回唱中华一番的歌，好像的确没有什么资格讲自己太年轻啊。突然心虚了，心虚了起来，还唱数码宝贝，完了，看来真的是有点输位了吧？色色的图，没有色色的图。没有的，不好意思，我就叔叔了，我不是叔叔。
就像女孩子永远喜欢被叫姐姐，不喜欢被叫阿姨一样。对，对对，虽然我也是蛮喜欢大叔系的角色，对对对，对，也不是说大叔不好或者大叔没有魅力，没有，大叔也很有魅力。对，其实我觉得自己看起来，现在这样看起来应该不像吧，应该还没有那个感觉吧。悠悠白书，微笑的爆弹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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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又好，又是老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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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王，啊！被发现我又喜欢悠悠白书了吗？我也喜欢猎人。完了，那不是跟船长一样吗？老味都出来了。主持会唱巴拉莱卡吗？巴拉莱卡，哦，我现在被那个亚拉奈卡洗脑之后，很难再唱出原版的吧，太难了。巴拉拉伊卡，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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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难哦，其实不太会唱。亚拉那伊卡，对啊，亚拉那伊卡比较顺的，奇怪，完蛋了。珍珠美人鱼。珍珠美人鱼我没有看过，只是因为他真的太有名了，所以会知道这样子。这边有喜欢猎人的朋友吗？喜欢亨塔的朋友，请站出来。阿布很可爱，什么阿布很可爱？我看错吗？哦，不是。看错了，粉色珍珠音调，我没有看，不知道啦，不知道啦。对，什么我也不会唱七彩的微风，好不好？什么巴洛克我也不会，我也不会，都不会。亨塔，亨塔，你看 ，TV 还知道，那是我爷爷喜欢的，你给我闭嘴，才怪，才没那么夸张，猎人的早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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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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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因为不知道歌词，所以我只能像是哼歌一样随便的哼一下。小红帽恰恰，爱、勇气、希望。歌不会唱，好不好？我只会刚那个，Uncle 阿傻，守护甜心，守护甜心，其实也不算有看但是好像知道角色，知道男主角很骚嘛，骚里骚气的，还穿个黑猫装。应该是很多少女的当初会不小心走歪，也是因为那一部。哆啦咪吗？
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的歌好像不会唱哎、欸，不过他们应该是蛮早就开始让声优来，哎、欸，他们片头曲我记得也是声优唱的吧？还是我记错了？嗯哼，感觉如果出在现在的话，他们应该就会变成一个 idol 的组合了吧？对对对，然后像是那个像是点兔一样开一些危险的演唱会，嗯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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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塔鲁，魔神英雄传啊，这我知道哎，嗯哼哼，哆来咪。哆瑞咪，爱天使传说，知道，没但是没有看，只知道他们会要战斗的时候会穿上泳装，然后我小时候就很疑惑，为什么要穿上泳装呢？为什么？是亚力奇 BG Club 哦，知道啊，知道。对，想还有被黄标吗你？啊，那一部的口味我觉得太重了，对我其实比较纯爱一点的，不好意思。对对对，老人台喽。霹雳哭了吗？会，知道，我知道啊，知道。可是我不会唱，那太难了。嗯嗯嗯。黑道大叔变性当偶像的是后街少女吧？没有错，后街少女。我有看欸，我当初还用 Netflix 看，对对对，太好笑了，蛮喜欢的。寻找满月东京喵喵步步恰恰，听说东京喵喵今年会有新的计划出现吗？去年有在说在甄选新的。重制版的声优，然后是要作为偶像出道的，所以今年应该是蛮有机会看到他们公布新消息的样子。嗯哼，然后秀就欧雷有，我其实蛮喜欢的，嗯哼哼，觉得蛮有趣的。嗯，然后我们来画他手上的红、欸、不是红包，压岁钱，谢谢温多。他是永远18岁的温多，对，今天突然变得好老，奇怪了。谁开的头？东京喵喵在看男角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对啊，你搞错了什么？我都不看那些的，好不好？嗯哼哼，诶，小猪长怎样？真长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换个颜色，偏红一点点啊，这样刚好。魔女的考验，巧克力，哦，知道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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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溃。好老、哦。对啊，我在那边乱开猎人的头啦，都我害的，好，都是我害的。有人想听我讲Nanami，Nanami，Nanami，Nanami。
娜娜米。啊，鸽子王子的女主角是娜娜米。嗯哼，娜娜米哈鲁卡。梦色蛋糕师，哎，这个好像还好，这个好像还好，嗯哼，好像没什么印象。有啊，我终于年轻了起来，太好了，好像也我也不是没有看过。巴啦啦小魔仙，哎，这个就没有了，这个真的没有。嗯嗯嗯，陆海空都是小萝莉驾驶员的，叫做什么了？在想起来之前，你应该要先好好的。认真想想，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个吧？啊，说到小萝莉，其实我很喜欢那个，欸、不是，那个，大家知道，我觉得我又要给自己捅一些篓子。路上防卫队什么？还有我有点好奇，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哑巴。哦，我的天哪，我看过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还这样讲你，我自己也要检讨一下。嗯嗯，我错了。对对对。我错了，我自己也看过，请原谅我，原谅无知的我。嗯、我刚刚想说，我还蛮喜欢小公主优希的。嗯，很危险的这一部大家可以理解吗？嗯，内容很正常啊。对，地上、路上的防卫队很对，只是现在回头想想，作者就是萝莉控吧。小公主游戏，对啊，很好看哎、欸。而且大家知道里面其中一个小公主是穿成林子配的吗？就是现在的亚瑟王，声音一模一样哦。嗯嗯嗯，麒麟王有吧？应该大家都有看吧？大家都认识白龙。小公主游戏，甜心阁，哇，开始出现，这我真没看过。嗯哼哼，天神向前冲，嗯，也没看过。我是正太控吗？不是。修哎、欸，正太是修塔是吗？修塔吗？修塔控甲ありません。嗯嗯嗯，哇！现在这台的，来看看现场有几个老人好了。440位老人在现场，可能有混的一些年轻人，是都没看过的孩子们。魔法阿嬷，哎，元气小茶犬很可爱哦，有看过。嗯，哎，这边来一个领巾，
眼睛，画的像蜡笔画的，有点可爱。温多再次强调，他只有18岁。啊，我相信，我相信你。大嘴鸟，大嘴鸟，大嘴鸟，大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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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聪明鸟，还有什么？小红梅吗？还有小蜜桃姐姐。小时候蛮喜欢。海云国物语，这个好像没有。小小雪精灵，小小雪精灵也是萝莉控的一个。还有什么小小贝长叹啊，这些都不太，都有点哑巴了。看过的孩子们自己注意一点。悠悠台哥哥，对啊，我悠悠台哥哥。不错不错，当悠悠台哥哥不错啊，我感觉不错哦。香蕉哥哥。我就把各位的微笑抹在脸上哦。我怎么都知道萝莉控动画，这个不知道哎，可能刚好以前电视上有播，所以大概会知道吧。不会啊，不会怎么对小朋友下手呢？没那么可怕。魔法咪噜咪噜，咪噜马得碰，以前蛮喜欢雅西吉的吧，觉得有点废柴废柴的，很可爱。大真鸟想要洗吧洗吧，对，哎，真的，我觉得洗吧洗吧应该真正的小朋友在看，其实真的会是会有点害怕的。那个营造的气氛其实是有点太可怕了，我觉得。虽然现在看觉得长得蛮好笑的。如果今天是年纪稍微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不太能理解现在聊天室这些老人到底在聊什么鬼。没有关系，你没有错，错的是这些老人。胆小狗也可怕，对啊。虽然现在只记得莫莉尔，可是其他都忘了。但以前看应该真的是觉得有点可怕了。话说那应该不算是儿童，不算是幼年番吧？他们在美国应该都是全年龄，或是可能更长辈，不是长辈，更年纪大一点的族群才会看嘛，只是刚好不知道为什么台湾都是小朋友在看。魔法少女那一页没有，这个才不是这个范围的，好宅，我都不看那些的。别以为用那一页可以混进我们的老人话题。偷渡失败。把石板还来。白色十字架，哇，柚木
柚木跟我应该蛮 match 的哦，白色十字架。没有错。哇，白色十字架应该现在看也是 OK 的吧？就是帅哥，然后做一些看不懂的事情，然后很中二，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哈姆太，机械女神 J， 要补个 J 好不好？补个 J 很重要。其实也蛮喜欢的。而且有从小就知道，原来原来，花形的声优就 Dio 嘛，就是 Dio 嘛，就自然配的嘛。对，小时候就觉得这个人的声音真的是太有趣了。这是阿奇黎说天神向前冲，我知道吗？看一下，马上 Google 一下。好像有看过。希腊的故事嘛，然后对，就看过。可是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等一下，我要赶紧把这个画完，不然真的来不及了。黄色。是韩国的动画吗？谢谢亮的科普。学员爱丽丝是某某亲子台的吧？也是一些忧郁的小朋友啊。小朋友不好好念书，从小在那边烦恼感情问题，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啾啾啊啾，好，我讲了，啾啾啊啾。对耶。漏掉了，虽然是偶写的，跟那个好不太一样。我重写一次。好，快乐树朋友 Happy Tree Fan， 那应该不算是童年的吧？这应该就是迷因的东西吧？这个一定会知道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幽浮宝贝，我也看过哎。彷徨跟卫梦，高中男女抚养一个太空来的小 baby， 然后就养出感情了，好青春哦。玉龙少年是什么？你就是玉龙少年吧？玉龙男。被自己的幽默感折服了。超速悠悠，
桃树 ，Spina， 有哎、欸，有，主角是森久保洋太郎先生配的，哼哼，从将近十几年前就保持一样的声音到现在，还在帮 idol 唱歌，真是非常了不起。姑且上算是画完了吧。金色，我再稍微加点特效好。暴走兄弟，哼哼，知道知道知道。Let's go, Let's go， 怎么 go？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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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哼起歌来，百兽战队。等一下，这个战队的话，应该我现在可能是因为看了阿布雷他们，我才觉得好像这已经不太算童年了吧，也就算是某一个特别的分类的里面的。对啊，忍风战队嘛。咻咻哆三九，这是迷音了吧？这已经不算是个童年的感觉了。队友记不是今年还要再出新的动画吗？不断的、不断的复活，不断的、不断的出现，真的太好笑了。会的，会的。终结的炽天使不算吧？这不是童年吧？这不是才几年前的吗？电王啊，电王也不太算是童年的，也这也是很新的。应该蛮多人如果会开始知道就是卡梅奈达，应该也是因为电王的关系吧。对，当时应该是把整个特色圈跟御宅圈两边都打在一起的感觉，就是靠那一步了。我觉得四个声优都超大牌，一开始出起四个人。对啊，对对对，啊，我当初开始觉得就是假面骑士蛮有趣的，也是因为电网的关系。对对对，那个时候过度曝光，然后我也看了一下，觉得哇，好像其实蛮好看的，不错。然后。啊、但是我其实自己看的也不多啦。我唯一有全部看完的只有 Birudo。 也是几年前的 Birudo， 因为全是就是主角全是贵将长得太帅了，所以就不小心看完了。对，当初还不小心看到电王的本本，然后我也是觉得有点开启了我的新的世界，这样子。什么真人的特色翻译也是可以 ？OK， 对对对，当初觉得很冲击。福岛太阳，哦，福太洛斯就是那个嘛，
有佐，有佐赏，有佐浩二先生配的，对，很还蛮符合平常会配的角色的感觉，嗯哼。差不多，算好玩了吧？哦，KC 说 "Good evening，阿 Sa，Good evening。闪灵二人组有啊，美棠蛮我哎没有到我老公的程度，但是小时候很喜欢，因为能力真的太中二了，大概就是一个镜花水月的等级吧。对对对。金光闪闪的背景呢？哎，对啊，背景好麻烦哦，要画吗？好懒哦。好吧，还是画一下吧。用颜色，用先这样子，然后。现在老公是谁呢？啊，不久前还是福建嘛，现在好像暂时从缺的状态。肥猫豆小强没有看啊，没有看过，不好意思。无法挣脱的背叛，等一下，是不是开始有点歪楼了？村正，哎，村正在抽到之前，我还不敢叫她老公，所以很残念。希望他可以赶快来哦。没有钱，对，没有钱，对，那应该也都是很多人小时候不小心误打误撞。Online，对，我也是玩了不少啊，钱也是有花了不少。什么时候复活啊？天哪，这个 IP 明明就拿来当手游多好！拜托，拜托，快让它复活啊！UL 真的是在干嘛啊？现在就是最适合做成手机游戏的时候了，还不错。哦，要复活了吗？真的吗？真的要？我就之前有一阵子有听说有好像会，可是一直都没有公布什么大新闻，我觉得我以为他们又要放生了。台湾粉丝接手哦。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希望可以赶快看到。他们前一阵子很久以前有做一款手游，也是 UL 的 IP 嘛，但是游戏内容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就空欢喜一场。人物设定跟故事背景跟 UI 界面全部都。很优秀我觉得，而且也是很多创作者会是都喜欢的类型，对吧、啊？这个现在出来应该是很不错的，随便画的背景，我真的很随便画。就想要画一点材质吧，然后等一下就让它金光闪闪这样。哦，要漫画画了吗？那、啊、太好了，太好了，希望赶快。
对，有伺服，对，但我还是希望可以有官方营运的伺服器，对对对，因为伺服太不稳定了。开局爱烂甩礼啊，艾伯里斯特吗？对，我当初好像也是艾伯开局吧。对啊，悠悠人设真的很棒。虽然现在名字我已经有点记不起来了，对，可能只记得某几个人物的样子，但名字可能不太清楚了。这个画完会放哪里呢？会放在推特，会上传到推特，让大家可以再看看这样子。地球超人，我没有看过啦。导灰，没有看过原本，但是却知道导灰。来，我们现在分别念出自己的能力。水、火、风，还有什么？土、导灰。啊，我的念本来就是导灰啊。是吧？很多没看过《地球超人》，但都会知道导灰。没错，没错。啊，我能力本来就是导灰啊！太可爱，太可爱了，好喜欢。应该是少台湾很棒的迷因的其中一个吧。对对对。太优秀，太优秀了，跟 G.I. Joe 一样嘛，G.I. Joe。不过 G.I. Joe 的国骂可能太多了，我就尽量不念啊。来去菜市啊，看有人食水果。太好笑了，迷 因之主，对啊，真的是哎，居啊就，每隔一阵子就会拿出来再复习一次啊，不管几岁看都笑得很开心啊，干我哈都，你妈不行，这不好吧？不好吧？什么捏捏赞，这个不好吧？那个什么夹住，这个我也是不好讲吧，不好吧，我个人特别喜欢谋红包，大人阿红包拢无，开心，哇！大家有共鸣吗？真好。糟糕，会不会有人不懂啊？会不会有人不懂？哈密瓜。哦，对，很多，太多了。有没有配音？没有，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谁。哈哈哈哈哈！啊，Hibiha 因为是
来自日本的朋友，所以他可能没办法理解台湾的迷音。对对对，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马加，马加，马加米，不知道他们团队现在在做什么。他们现在如果好好经营一个新的迷音频道，应该真的是可以的吧？可以的吧？啊！恭喜钟轩下班了，辛苦了。喷火龙不是那个吧？那个明明就不是 G I 就，嗯，虽然感觉是有一样的感觉，然后背景稍微让它再更丰富一点好吗？来一点新年的，新年的气氛吧。太粗了吧？这个，迷 火车哇，是内普罗佩兹。雪莉，你刚刚是不是攻击我的村庄？啊，好像知道上次有讲过嘛，我因为这个广告就再来玩，虽然现在已经删掉了。对，不要瞎掰好吗？应该也算是了吧。不要瞎掰好吗？天哪，突然变迷音台了，有趣。不错不错不错，喜欢迷音的话，代表大家都是幽默的孩子。不错，蛮喜欢的。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迷音。哎，继上次的 色图让世界和平，其实迷音也可以让世界和平吧。亮一点，然后点存档。闪电，闪电也算了吧？对啊，那个太有趣了。然后破音，闪闪闪，这个高音。闪电，好，还没有加上金光闪闪的部分。这个，啊，对，那个，
之前那个宝可梦的那个名也在妙蛙种子，种子种子种子，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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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哇，我那个重播超多次，还有皮卡丘的那个冲浪皮卡丘，然后声音乱在那边乱配，破音就是种子，对，种子破音，种子，种子，好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太喜欢了，那应该是我最喜欢的宝可梦迷音。种子，哈哈哈哈哈哈！啊，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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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每次我在画其他 VTuber 的时候，话题都特别奇怪？害我都不能专心。看来之后只能来开个宝可梦的直播，然后带妙蛙种子。但每次上场我都要破音的叫他的名字。土豆面筋是什么？爱之味那个吗？我是中配本人吗？不是，怎么可能？啊！谢谢，谢谢 Pumpkin Pie。皮卡丘站起来变成皮卡拼吗？欸，皮卡胖，皮卡拼，因为多两只脚。哎，这个是好老，哦，什么中年大叔笑话，啊，我都没听过这种。声音怎么那么像？没有，我可能本来就喜欢学一些有趣的声音，这样，胆小狗英雄之类的。拿了拿，哦，渔夫吗？对，那也是很久以前的名啊。维大利大利，有无背景的图都会放吗？对，只要有画图都会放。之前有放过几张是没有背景的，对对，或是比较潦草的图也有放上去。高中好教材，皮卡乒乓，独角兽。那个太高不会。查理，知道知道知道，应该也是将近十年前很红吧。猫咪兔兔，那皮卡丘走路了，不就是乒乓吗？皮卡乒乓。对啊。可以用米老鼠的声音说话吗？我要喝口水，好高哦！米老鼠，米米米米奇妙妙屋。布鲁托，哦，好难哦，好难哦。唐老鸭是什么？下巴下巴下巴，不是十八路，学错了，就是。这样的感觉吗？
ミチです。不行，不会吧？学米奇应该没事吧？OK 吧，版权。米老鼠，等一下，阿奇那个密室，那我看过，可是这不能学。这我不能学吧？那个不行，这个不行。对，我还是要让大家耳朵子稍微不要这么的，孤独凌波啊，我没有玩公主连结，对，但我知道那个角色，也算是个迷因了吧。感觉有点像母咪母咪心动动会出现的场合，它也会出现。母咪母咪心动动，心悸吗？啊，谈恋爱。这有黄金龙虾专用的洗澡直播，其实洗澡直播我可以先试试看，或许是可以的。对对对，反正用手机就好了吧。Dora 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学的声音吧？对，但会被拿来当迷音，应该就是因为他跟电视前的小朋友说话，那个很尴尬的等待时间会变成一个有趣的梗。画了好多闪亮亮。他说：“什么东西？捣蛋鬼，别捣蛋啊！”这个我好像就不知道了，糟糕 ，sorry。会拖吗？洗澡直播就是只有声音而已，好不好？所以一定是会拖的啦，不然要怎么洗澡呢？鸡包纸包纸包鸡包鸡包纸包纸包鸡包纸包鸡。哇，这种天气要洗一个小时，我没有浴缸，我应该会冷死。然后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吧，这个亮晶晶的数量应该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稍微的这边以外的，把猫山以外的部分先选起来。对，大家知道绘图软体不管是 Photoshop 还是 Clip， 要选取这种范围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想要选就是我现在框起来以外的位置，对，你就先这样框框框，就比较麻烦。对，因为 我当初没有把它放在前面，所以颜色如果等一下直接加，他们会全部混在一起，这样就不太好，所以要先这样框框框，用选取工具把要的地方先框起来。
然后呢，然后，然后可以，哈，等我一下哦。对，然后选起来之后，按下。选哪个？忘了。哦，Ctrl 加 Shift，然后再加上键盘的 I，它就会反转。嗯哼，会涂在，就会发现你选的地方变成另外一边这样。嗯哼，那这样要干嘛呢？这样就要来，画这个。想要把外面加上一点，增加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前后感。嗯哼哼，看一下这里，像猫山的后面有点影子这样子。对，你看人家他就有影子了，嗯哼，突然出现很多天线宝宝是，真的有人这边小时候是看天线宝宝的吗？那不是应该是在，就是学龄前儿童还要在更小的时候才有办法，才会觉得好看的吧？贝德提克不是 low 的吗？不是英雄联盟的吗？喂、奇怪了。有，真的假的？天哪！天哪，是真正的孩子，原谅我的无知，对，我不应该这样子，我不应该这样说，真的有人看过，还不少哇，你们也长太快了吧，人类的孩子。一转眼了，水果奶奶，哇，这个也不得了了吧，这个。哇，这个真的是哇！我只能说哇，哇，真的有这么年轻的孩子，水果奶奶是喂娘，没有错，没有错，真的是这样，没有错。Happy New Year，用白色的好了。放哪里好呢？这个排版不太好看，这样好了，方方的，
这也不太好。欸，我想要弄成一个像是那种印章的感觉。然后在它的外面再加上白色的框框，这样的感觉吧。觉得有一种手绘的感觉，很可爱。放在这里好了，把这个闪光擦掉，有点太碍事了。稍微刷淡一点点，把红色的这个夏克花露米，哇，好老哦！虽然我好像没什么印象，但听起来就很老。还会用什么 follow me， 然后变成花露米，这的确是上个世代才会用的方法。记得签名 ，OK， 没问题。哎呦，来签名喽！签个，先写好再调位置好了。看看我怎么签名的。太久没有签，我有点忘记了。直播画的图在哪里呢？这里吗 ？Name。特别开了旧档案来找，跟自己的签名不熟啊。会讲好样的，谁呀？这怎么年代还讲好样？真受不了。哦，我这样签的。细一点，好。飞哥与小佛，哇，这很新吧？那个很新吧？这里擦掉。很容易忘记签名，哎，真的是，好像平常都没有什么场合可以签名，所以就忘了。这里好了。哎呀。下面也给他一个白底，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吧？大家不要再取暖，你们都很老。
快住手！你们这种互相取暖的行为，只会显得自己更老而已。给豆豆菌草，给豆豆菌草。我大概上，不是上个月，2个月前还有在看啊，想当初看了藏王大志老师的本本，就有点回不去了。当封面的话，哦，有道理耶。对啊，我还是不要签名好了，反正没有关系吧。我觉得签名本来就没很重要。我没有很在意这个。重点是图可以被看到吧？除非是收钱的。来一点金光闪闪的特效，不，发光的亮点，这样子。有人要军曹的和声吗？是指共鸣吗？咯咯咯咯咯咯那个吗？啊，我怎么什么都知道？不然，放在一个可能被裁掉也没关系的位置，好像就这里了嘛，好像除了这边以外没有什么地方能放。好啦，就这里了，就这里了，管他的，拉不拉不拉。只是觉得放在这边有点丑丑的，要让这个地方变成怪怪的。对啊，破坏画面呢，签名这种东西，不用了，抱歉的签名。来点反光栅的手套上好了，现在就是全部都画完，只是稍微看现在有没有想再加点什么。对，这种发光的部分可以稍微点缀一下，还会看起来更漂亮。对对对，像特效也可以帮它加一点，看这样子，他们就好像真的发光啦。啊，不然放这里好了。哇，聪明，聪明，聪明。那我可能要重写一次。下面好了。细一点，小小的，小小的，在这里。
偷偷藏起来。天哪，竟然开始，竟然开始讲什么蓝色水玲珑。天哪，天哪，天哪。现在是不是要开始聊一些可怕的偶像剧了？我都不看这些的，我都不看这些的。乡土剧都出来了，等等。但我真的没看过乡土剧。嗯嗯嗯。没有认真的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这样子吧。完了，闪亮亮的天上，嗯嗯，应该 OK 的吧？啊，这边再加一点好了，耳朵，嗯嗯，这里也不太清楚，稍微加一笔。这里先刷一个比较明显的，然后再把它降低透明度，然后再涂抹工具把它抹一下，这样它就会有往后退过去的感觉了。学到了吗？大家画完了吧？这么也来一点好了。哎，这里好，谢谢泰哥，谢谢。哇，好开心啊！泰哥还要在看我的画图，跟在场的各位有很大的差别啊！当当呀，应该是画完了吧？嗯嗯嗯，虽然好像总觉得可以在。加点什么东西，可是一直补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对，就这样吧。顶多把闪光位置稍微换一下，这个有点太……这个好像可以调一下，这个放头发这边有点不太好，形状变得怪怪的，这样，好，做的好小，有时候画完图还是要拉远一点看，才可以看出一些近看看不出来的问题，嗯。存档，休息喽，耶、yeah ，来个 JPG 吧。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啊，完稿。耶、回去喽，回家喽。嗨嘿呀，画完了啊，大家辛苦了，大家你聊得还愉快吗？啊，谢谢入金光闪闪锐气千条，哇，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觉得很厉害。那哦，谢谢，お疲れ様でした。我来放上这个，哒哒，有没有什么爱情故事？你说我跟桃死的吗？这家伙怎么回事？想问之前上阴影的图层的格式，阴影的图层格式，什么意思啊？是指图层的效果吗？是指色彩增值的意思吗？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对，你可能可以留更详细一点，我再来回复你。对，然后再来是，刚刚是卡纳，忘了念名字。然后是柚木，这个聊天室已经不能找谁比较老，而是找谁比较年轻了。对，然后是夜夜。脚可以加发光特效吗？如果你有仔细看我现在的脚，你应该会发现其实上面是有发光，没有错的。对，我已经加了金色的饰品的部分。对，对，好，我们来念书 Patchett。 那不是油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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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大叔冷笑话是我开的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些是蛮好笑的。对啊，蝙蝠侠，不是。好，来喽，今天第一位是宗轩。因为是日文的，我们还是交给比较专业的 Google 小姐。啊，谢谢瓦拉卡斯。按摩阿三的肩膀，咚咚咚，谢谢，啊，舒服多了。东轩第一个 super chat 说，別の色のパンツに購入しましょう。对，但我还是只买黑色的，黑色的就好了。啊，然后再来他就说了。用各种颜色说的，这就是个彩虹。对，分别都是用不同颜色画出来的，非常的厉害。谢谢中学，一开始就吓到我了。然后是阿晴，阿萨，我腰好痛，快点呼呼我。那再我就再呼一次吧。怎么样？然后，温多，等一下，温多跑回来了。
是休淡季节的温多。好，改天，好吧，改天。再来，中轩最后一个打，怎么样？好，交给 Google 小姐，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どんなパンツ履いてるの？穿什么样的裤子？对，就是我刚开始画给大家看的。对，方方的那个。谢谢偷牙，谢谢偷牙，尝试用 Super Chat 让阿萨画出耳环的详细图。好，其实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不如我现在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吗？这是啊，这个好了，马上就直接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如果好奇耳环的话，这样子啊，然后这样子，没有，我直接截图，对，我直接把 把他的图片截给大家看，让大家能够明白一下他长什么样子。这里耳环长这样。哦，然后也谢谢 Tag 直播辛苦了，肉球超可爱，谢谢。然后还有冬至鱼的啊，冬至鱼没有打到字，那还谢谢冬至鱼，感谢，对，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OK 了吗？这样。然后谢谢仙人掌，为了期末要去和人体的奥秘奋斗了，感谢各位哦，各位辛苦了，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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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神秘吧，就是神秘的耳环，先收起来喽，大家该截图得截好了吧？数到三，它就不见喽，一、二，好，不见，然后是下一个 Super Chat，温多说第二个账号，对，刚刚的温多是真正的猫，现在又变回嘎波了。然后阿晴，40度对你来说是冰桶挑战吧？你要是直播用岩浆洗澡的话，我就把所有周边买了全抖给你。没有啊，但我也讲过了，我的体温跟大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不用洗特别热的东西。那个红色缎带，那不是缎带，那不是缎带，那不是缎带，那是宝石，那是宝石，啊，猫咪兔兔果然微积分是真的科如其名，嘿嘿，微积分，早就忘光了，谁还记得那个东西？但如果现在要再叫我修一次，我应该受不了。然后是文多，心情不太好。阿 sa 可以给一个亲亲吗？没有问题。再一次，来喽，哇，哇。好，收到了吗？谢谢温多。然后是宗轩的这个，好，我们就请 Google 小姐来念吧。まあ変態じゃないですけど、写真撮ってきてよ。変態です。怎么会叫我拍照嘞？太夸张了吧！啊，太夸张了！画都画给你看了，对吧？然后再来是
立醒，阿萨，今天是我生日，能和我说生日快乐吗？前天还急性肠胃炎挂了急诊，今年生日感觉不太顺利啊。对，刚开头也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肠胃炎的话题。对对对，但就是还是希望你可以赶快恢复健康。嗯哼哼、嗯嗯。对，不然天气太冷，就是很容易再就是感冒复发，这样就不好了。嗯哼。然后是宗轩，我真的是一个绅士，不是变态，已经不会有人相，已经不会有人，不会有人相信你了。啊，谢谢偷雅，谢谢阿萨解惑了会师的苦恼，没想到这么效率，不愧是古神的耳环，真神奇。对啊，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的逻辑。嗯。肠胃炎啊，讲错了。然后是温多，话说我想当地板阿斯。对，我后来已经知道，原来你们是指牛奶会滴到地板的这个部分，太危险了吧？爷爷说给你一杯温暖的可可，谢谢爷爷，谢谢，希望现在的心情好多了。再来是阿琴，是说。我想跟你分享喜讯，我追很久的女生终于也承认她喜欢我了，虽然还没在一起，不过我想不久了，也希望你可以不会翻车。欸，这个笑中有点讽刺的意味。谢谢猫咪兔兔，外面好冷，能要一个抱抱取暖一下吗？可以。抱到了，你有感觉到吗？啊，好像没办法用声音来表达嘛，嗯嗯嗯，就是只能用拍手来代替了，嗯嗯，嗯嗯，然后紧接着是宗轩的恭喜，对，恭喜恭喜，好恭喜，然后是。温多，我备好火把了，虽然还是恭喜啊，大家都恭喜。然后宗轩又开始不断的重复我想要男朋友。嗯，开放真友，宗轩开放真友了，大家可以自己考虑一下。然后日夜夜，我的 DC 群有一堆人在组 CP 啊。哦，然后加上很多的棉花糖在聊感情问题，所以才会说我是月老这样。嗯嗯，好吧，还不错吧，感觉应该能够帮助到更多人，也是好事一件。嗯嗯，再来是金鱼兔，头像的钱给阿萨，祈求脱单。嗯，好，祝福你。嗯，祝福金鱼兔可以遇到嗯。愿意好好对待你的人，嗯哼，欸，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宗轩又说小男朋友，好，第二次。然后文多说在座有另一半的，我准备好烧了，不是吧？不是这样吧？对对，有另一半的话也给他们祝福是比较好的，对对，不要去烧人家。然后宗轩就像是遇到了好朋友一样，发了一个温多啊啊啊啊啊，我想要男朋友啊啊啊！哦，宗轩对温多说他想要男朋友，所以，是在暗示什么吗？然后是阿晴，好奇我的理想的交往对象是男性、女性、萝莉还是伊娜？对，我刚刚讲了吧。对，是理想，可能就是像，知识这个类型的吗？哎，卡，这不是萝莉吗？亚贝，啊，谢谢雪儿，今天有木啊，有抱抱，请问有打算开启 ASMR 副业吗？考虑一下，未来考虑一下。
对，啊，我没有说，说不会是伊娜，对，伊娜比较偏向是对于，啊，对，虽然常常讲伊娜我婆，但其实没有，就是比较像是对偶像的喜欢的感觉，对，啊，我最好还是安静，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太危险。然后，D 啊，温多那个时候还找不到 DC 群，但现在找到了。然后还强调自己女朋友也可以，男女都可以的意思吗？爷爷就看起来很失控的告白了，说我喜欢你，好可怜。别怕，别难过，你爱的人会出现，会有适合你的人出现。再来是白兔子大叔，好推尊重我的抚心去，有养动物不要玻璃心。哇，现在再看突然发现，这个要求感觉好像有点困难。这个要求如果都成立的话，通常可能喜欢的会是男孩子啊。所以只能期待这样的人出现了。爷爷不要伤心，爷爷不要伤心。别怕，别哭。然后是窝窝虫。现实总是骨感的，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对啦，相较之下是这样没错。然后是维特，维特说：“我妹妹最喜欢《超跑情人梦》这首歌了，可以稍微唱一下吗？感谢你，但因为我没有听过，对，我就没办法唱了。那还是希望祝你今天。”跟明天都顺利。再来是游 C，安安初次跟台可以唱几百人给我听吗？因为我也没听过几百人，所以好像也没办法。糟糕！白兔子说，最近发现之前聊得很开心的姐妹竟然都是男孩子，我快吓死了。对，说不定他们其中就会有是大叔，然后。跟你很合得来的也说不定哦。再来是阿哲哥哥，我们全家都是动物粉，喊阿萨粉，轰隆，轰轰隆隆隆轰隆隆隆，啊，讲了这么多轰隆，让我想到轰隆轰隆，就想到，通灵王嘛，通灵王的重置动画。快要开播了，反正我很期待。然后果果说，睡前可以给一个 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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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感谢 OK 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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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w，你2次 pew pew pew，冻粉啊，哦，不是动物粉哦，冻粉，抱歉抱歉，冻粉，刚刚的维特冻粉啊，是国栋栋吧？我还在想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来是柚木，火神的红是红线的红。好了，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可以当月老了，好吗？真的可以。然后是游戏，爱情的骗子是我年代的歌吗？那是我的主题曲哦，因为我也没有听过 或许是同个时代，但也许也不是，但我刚好没有听过。对，不好意思。维 特说，他也喜欢台语歌，然后在主持台语的节目，有空想唱给我听。哇，谢谢。如果。虽然我平常不太听台语歌，
但没有关系，对，音乐跟各个文化一样，种类越多是越好的。然后再来是，Akagi Hibika， 然后明天就是，出道两个月了，但我还是用日文来念一遍吧。明日デビュー2ヶ月ぐらいね。さっき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ヒーパーさん。对，谢谢谢谢。对啊，两个月了，好快哦。哇，一眨眼的时间就结束了。没有结束，不是结束，就过了啊，讲错了。不会结束的，这是个 non-stop story。然后是 My Green DC Google 啊、哦，就是讲那个我推特的一千订阅那一篇的下面有一个 DC 的连结，对对对，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再来是 MM 阿萨晚安，今天终于能好好跟台了，哇，太好了，希望你现在也还在跟大家一起。对，是温多 Mike， 我找到了，好，太好了，大家可以恭喜温多终于可以在 DC 跟大家聊天了。然后是 UC 温多我妈妈，我们都用台语台哦台币讲话，我以为你说台语就是台币啊，太可怕了吧你们。再来是又是温多悠闲，这是挑战我的意思吗，火神？没有，不敢，不敢忤逆温多。然后是森森，想问阿萨，我有一个朋友不会主动找我互动，我们这样还算是朋友吗？对，然后已经讲过了，算的，算的。每个人相处的模式不一样。然后就是，不用太在意别人会不会主动找你，因为也许只是他的习惯而已，这样子。游戏说，换个角度，去女仆咖啡厅里面的萌萌妹斗都找你聊天的话，这样算朋友吗？对，就是给了一个很实际的比喻。对，有互动并不代表就会是好朋友这样子。然后又是维特 ，DC 群的各位大家好，我爱你们，等着上台语歌给你们听。好，在 DC 群的各位等一下就可以听到维特上台语歌。然后是森森，感谢阿萨以及各位替我解惑，没问题。希望你可以有开心的社交生活。再来是温多，我叫姐姐，然后我就来一个各种姐姐的叫一遍，姐姐，姐姐。然后，日文怎么念？姉さん。哦，姉さん。还是姐姐。哦，姉さん。各种都有好吗？然后夜夜，您今年贵庚？刚刚记得已经有人帮我写出来是2625，对，2625岁。文多说：“可以喵喵叫几声吗？”可以，喵喵喵喵。好，一次给你四种。哇，谢谢阿哲。好啦，有发现阿哲讲话跟打字都很常用“好啦”开头。好啦，刚回到电脑前可以抖了。今天画画聊天辛苦了，等等换我接力赶工。对对，阿哲的最近也在忙着剪美国型的影片，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所以再来是温多，我的色情毛衣图是不是要画一下？可以吗？可以吗？考虑一下喽，之后投票看看。2625啊，忘了吗？太混乱。然后是
夜夜说，小知识，猫咪本身不太需要猫叫沟通，他们会叫主要是要提醒人，叫他们吃，帮他们铲屎跟吃饭，没有错。对，没错，他叫我的时候都是这种时候才会叫。再来是瓦拉克斯，喜欢，我要带这只猫，带这只猫回家。可惜不是猫，是个模仿，爱模仿猫的中年老人。然后接下来连续一二三四五个温多，我怀疑阿萨在挑战我的超能力。收到，这是我爷爷喜欢的。今天是爷爷台，大家好，我是永远十八岁的温多。有人想听阿萨讲 Nanami。Nanami， 讲了两次。然后飞机皇说，皮迪卡皮迪拉拉波波利娜被，哎，不对，等一下，你在后面。皮迪卡皮迪拉拉波波利娜阿拉花瓜，不是吧，你是你是下地狱吧。是贝贝鲁多好吧。然后温多说，我十八永远也是不错啦。好，十八岁很好。我相信你。然后再来是阿晴说，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把阿嬷卖掉。其实应该是用唱的吧，但是我就故意不唱。阿萨知道天神向前冲吗？对，刚刚看了，知道，还知道他可能是韩国的动画。然后是窝窝虫的马扎扎，马扎扎，马扎，奇怪的声音。接下来是连续两个南瓜派 ，pumpkin pie 的。阿萨，你要不要吃哈密嘎哈密嘎，还有皮卡丘站起来会变什么，就是皮卡兵。对，皮卡兵。然后再来是猫咪兔兔问，那皮卡丘走路呢？皮卡乒乓乒乒乓乓。然后泰格，辛苦了，谢谢泰格。还有入金光闪闪锐气千条，没错，今天画了一个背景很闪亮的图。再来是啊 ，Kana， boss 好看，想问，之前说上阴影图层的格式，还是我是说，总共用了几个图层？对，会用一号影，一个普通的影子，然后再用一个二号比较深一点，对对对，然后剩下就可能会第三层就是一些发光的地方，然后第四层可能就是空气感，用蓝色在一些像是现在看到的我的头发的两侧脚的后面，头上脚的后面，对，这样子有一点蓝蓝的空气感，让它好像是往后推的感觉，对，基本会就放这四个。然后剩下就是依材质不同跟当下心情会再追加，要不要更多上去。然后柚木说，这个聊天室已经不能找谁比较老，而是找谁比较年轻人。哇，现在应该每个都老人吧。你们这些老人。然后最后一个是，哦，还不是最后一个，我重整一下。爷爷说，头上的角可以发光吗？金色的部分正在发光，对对对。没错。然后唯一说，画画辛苦了，在画画结束后再偷偷说，中年大叔冷笑话是我开的头，所以来给点香油钱。谢谢谢谢喂。然后瓦拉卡斯的按摩
阿嫂的肩膀，咚咚咚，啊，谢谢，好贴心哦。再来是童雅童雅，尝试用 Super Chat 让阿嫂画出耳环详细图。OK， 刚刚也放过了，希望大家有截图或是晚点再看重播的记录档可以再看一次。然后是泰哥，直播辛苦了，肉球超可爱，哼哼哼。对，我觉得猫咪最可爱的地方啊，肉球也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呵呵，没有错。然后是冬至鱼，啊，冬至鱼没有打字，但还是很细的冬至鱼，不知道是不是忘记打还是按太快了呢？再来是仙人掌，为了期末要去和人体的奥秘奋斗了，各位辛苦了，晚安，仙人掌晚安，祝你期末加油。然后是猫咪兔兔。果然微积分是真的，微积分是真的科如其名。小小的透露一下，其实我记得以前在学校微积分考试我好像没有被当过，对对对，在那个曾经还很认真的时候没有作弊哦，后来才作弊的。再来是偷雅，谢谢阿傻解惑了会议室的苦恼，没想到效这么有效率，不愧是古城的耳环，真神奇。对，神奇的耳环。不用太执着它的构造好吗？再来是猫咪兔兔，外面好冷，要一个抱抱取暖一下，好抱一下，叭叭叭叭叭，这大概就是抱抱的声音了吧？奇怪的声音，这样。有一点声音了。再来是雪儿，今天有马有抱抱，请问阿萨有打算做 ASMR 副业吗？就是会在未来考虑的，大家敬请期待好吗？再来是果果，睡前可以给一个 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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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好，再来一次 pew pew pew。对，祝大家可以开心的 pew。不对吧？这什么意思？最后一位就是阿哲了。好了，刚回到电脑前可以开始抖了。今天画画聊天辛苦了，等等换我接力赶工。以上，以上就是今天的 Super Chat。谢谢大家今天的陪我把图画完。等等我洗个澡，洗个澡。洗个澡再来放推特吧。谢谢最后毛绒雪狐也成为了小龙虾。谢谢谢谢谢谢毛绒雪狐。今天意外的做了一些有趣的模仿。大家也辛苦了。哇，好累啊，突然觉得有点累。谢谢新素杰还是新秀杰呢，也想要抱抱，可以的，抱抱抱。这是抱抱了。对，今天最满意的也是米奇，没有错，也是米奇。然后对，昨天放了一个free chat 的聊天室，对，虽然表面上是让大家在那边聊天，但实际上其实是我自己可以在那边，就是做一些串联的测试，对，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我从这边可以从后台就是偷偷的做一个自己看得到的直播，然后看画面会不会卡顿之类的，对对对，主要这个功能。对，阿萨 e free chat， 这不是伊娜会讲冷笑话吗？不错，不错不错不错，那就祝大家晚安咯。然后看到林奶奶就好想念了，
来到米奇妙妙屋。哇，再学下去我要沙哑了。米奇妙妙屋。哇，好难哦。妙妙屋要念出来其实蛮难的。好啦，真的要休息咯，大家也该晚安了吧。那就拜拜咯，拜拜啊，菠萝包安萨辛苦了，然后晚上好，其实要晚安了，睡前能来一个喵喵喵吗？啊，好，没问题，菠萝包，我可以给你两倍的喵喵。喵喵，然后还有喵喵喵，还有哇哦，这是我家里的猫想叫的哇哦，还有喵，好，好，晚安了，晚安，喵喵喵。对，那如果想继续聊天的话，对啊，你们就可以去那个去空房间里面继续聊天，也没有问题的。拜拜，晚安喽，晚安。天气很冷，要多加个被子。拜拜，晚安喽，喵。